是第三组、第九顺位的的团队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的报告，我们的主题是 Library 抒发力量。然后在报告前，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很感谢我们的这一组的 coach， 他叫许希文，他是用一个 design thinking 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这一组的团队，就是不管在发展过程还是在决策团队当中，我们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思考的。然后因此我也想用就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来告诉大家说，为什么后来会决定做这一个。所以以下的方式我都会用 design thinking。从一开始，我们到后来挑选的题目是图书馆。为什么会挑选图书馆？这必须从第三天的万里发现场域那天开始讲。在那一天，我们跟荒野保护协会的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聊过。我们觉得就是确切的问题点在于民主不够深化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代沟太强大，政府提出来的政策大部分都眼高手低，也因此我们想要做出的节能减碳的方法就是。我们必须贴近于生活，这个东西必须我们够熟，我们这些学生够熟，我们够了解他在讲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会挑选图书馆也是这个原因。好，也因此我们不能眼高手低，着眼点高，着处点小。我们觉得就是要做出一个好的节能减碳的方法，这是非常必要的东西。然后我们选择图书馆，我们的思考方式一开始跟大家。想也不一样。我们从底下精品，传统的图书馆什么不能做？为什么图书馆不能带宠物进去？为什么图书馆不能吃饭？为什么图书馆不能运动？然后我们从中间排除掉一些绝对不可能的，像什么不能烧书，这绝对不能嘛？因为图书大家看书啊，烧书就没有书啦。但那些图书馆规定不能的，但是你觉得不合理的，像不能穿拖鞋进去。是因为怕吵吗？那为什么可以穿高跟鞋？不能带宠物，因为宠物会吵。那可以带婴儿吗？婴儿做的事情跟宠物做的事情是不是一样？然后我们就开始反思，然后我们挑出之中就是我们最想做的事情。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有两个部分，我们是想说为什么图书馆不能煮菜，跟为什么图书馆不能做运动。然后，以下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剧场，然后请大家过目一下。我们以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，大概浏览一下我们的计划。师傅，请问？
妈熊的那个。给我拿出彩哇！那家多功能图书馆呢？多功能哎呀！我放在前一阵子的切彩。切彩吗？有喏，这边的老景。哎、欸，你这切彩我还当是不讲话，我讲。切彩在家啦。恁切彩吗？够我办多水酒席吼，不离不弃哦。在没？农夫，你买下农夫来哦。农夫啊，现在才到三缸啊。哦，哎，马上争取就业机会嘞，哦。三缸进台啊，而且台的那些老太婆房住啊。哎，真正失败嘞，哎，哎，听讲恁家卡烹饪哦，哎，是安那参加？啊，参加。哎，不过我煮菜太赞。啊，你捧上。捧上，捧低。哦。哇。天也不知道，请问柜台。哦，你好，在安尼怎样？我跟你们回来。哦，那边那个来，那个来，那个来。我时间到啊。哦，哎，时间到了。哦，哦，哎，再看少了哈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阿姨是到几代啊？哦，我是我个阿姨，是你到底开讲嘞？阿姨，你唔知啊？你还搁饲鸡啊？搁饲那什么？什么蔬菜哦？唔饲蔬菜啊？吃蔬菜，吃农民的，我刚刚现在。多元图书馆真正袂歹个，啊，这即摆是啥？这那叫做啥？香。大香。哎，这大香啊。这大香。我六字个。我六字个，好，好，六字个，来，过来。六字来哦，大香起个。起着个，好。六字。好啊。好，来，啊，即摆看。大香起个，啊，闭一下。闭一下，闭。啊，开始啊。开始起个。紧个啦。点数，这点数他说啥 ？Happy Go 啊 ！Happy Go，Happy Go 不是他咧换物件吗？对啊，赞的啊！真赞嘞！换过棒棒糖的，上面拢买单哇 ！Happy Go 嘞吼，玩起袂歹哦。哦，啊不过我都真甜，都真够甜。好啦，我咧去变数。哦，我们这变数这是啥？这是这是。这变数啊 ，B 的，我 B 的，你这是高科技耶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呀！你余额不足啦！余额不足，点数没到啦！点数没到，我丢我们厂出来，余额不足，我全部在上面上。你们我可以写好啊！好，就是大家透过这个小短剧，我们大概会讲，就是他大概提到一些我们想讲的点，然后。我们想讲的点大概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种是运动跟一个是主菜。运动的话，我们希望就是图书馆有很多小角落是无法运到的地方。那个小角落，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就是请一些健身教练来教我们怎么运动。然后那个运动也可以就是让一些一次性的书籍，像是健身器材、健身器材有关如何健身的器材，大家可以就是看到马上现学，也可以做瑜伽什么之类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主菜方面。主菜方面的话。你有食谱，你看了怎么做？不会对不对？图书馆请人来教你，现学现卖。然后现学现卖之外，婆婆妈妈一起报名也可以一起做一个交换日记。那个交换日记可以一起分享大家的读书心得。这同时是不是也解决了图书馆现有的问题？书籍上常常有人读书喜欢做自己的特别记号，但如果那本书本来就是为了让人家做特别记号的，那是不是更有意义？大家是不是都想借？大家都想看大家怎么煮菜，怎么煮菜的心得是什么？对，然后主菜方面，刚刚提到的种养鸡种菜的话，是一个绿色屋顶的概念。除了可以配合就是绿能的减碳的效果，也可以就是有一种真人图书馆的感觉，农民来亲自教你怎么养、怎么种菜、怎么养鸡。透过那个食材，也可以就是用在你自己想煮的东西上。好，我们报告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